刚刚那个女人找你做什么？哦，她说她家水管回来，要我帮她修一下。大半夜水管坏了，还穿得这么清凉，你们很熟吗？不熟啊，我跟她第一次见。第一次见面就聊半天？有半天吗？一分钟吧。还算时间，是嫌见的时间不够长是吧？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保证从今往后我不会跟他有任何接触，离他远远的，好吧？保证有什么用？他就住在你隔壁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我还是先不走，万一等下他又这个坏那个坏怎么办呢？但是我困了呀。你困了你就先睡啊，我等你睡了再走。我再怎么困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啊。那算了呗，你要是想坐一会儿陪你坐一会儿。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来听。扑克牌你会玩什么？我只会斗地主。啊，这个我最不会玩了。没事啊，那你会玩什么我们就玩那个。那倒不用，你让着点我就好了。好。我玩斗地主可是没输过。咱们就不赌钱了。你要想赌身家也可以啊。你想得美。咱们就赌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来吧。你又输了。有没有搞错？看来你真的不太会玩这个。这个位置风水不好，我们换位置。换呗。不打了。为什么不打？你那还没打怎么知道自己会输？你看这牌那么烂怎么打？我不看，你先出嘛，万一赢了呢？一个四，一个七，一个八。要不起。五，一个八，十。要不起。